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方程组了。那是怎么解哈？我把第一个式子哈，把它整理一下。sin x 啊，负三 y 移过去，就变成多少呢 ？y 加三 y 就是加四 y 啊。等于多少呢？36。跟这个联立，那把二 y 带掉。这3x 哈，加上两倍的2y 嘛，再把它乘以2，就是两倍的2y， 7x 减16等于36。这14嘛，14加3的话就是7x， 等于多少呢？36加上32，这是等于68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7×4=28 ，x 等于4，那 x 等于4以后，那 y 带回去，2y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4×7=28，减16，这是等于12，所以 y 等于6，x 等于4 ，y 等于6。